讲吼，这个运气是安那嘞？咱捌听过成语叫做好命不怕运来磨，好运不怕运来磨。对，啊，迄个爱好命，你运歹吼，伊个会砍命害你磨的，就好运不怕运来磨。啊，佫有一句话哦，伊这拢讲运的这个重要吼，伊讲这个哦，乞食吼，冇三年的好运，乞食有三年的好运。对，乞三年的好运，你也法都好好把握，变丐帮帮主。哦，啊，丐帮帮主的，我怎讲的？武训是咱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名丐帮帮主，因为伊吼，佮起学校，所以这运嘛足重要。你讲乞食嘛有三年好运，对啊。所以讲这个运口，你要讲掌握这个好运就很重要了哈。还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咱拢讲到咱人生边呢，各贵这个好的人生呢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对吧？是啊。头一个叫做命，这有分身，命是先天的，无法度改。哎，好。啊，所以讲落土八里命，蛇凶虎也拢天注定。是啦。古早那呢，伊讲吼，古时候的人，迄阵咧读书啊，伊讲吼，徛好，徛好，看到好，山顶看到好，还是讲你行喺山徛蛇合到，这拢注好好呢。他这是有命底在那里面，所以好命派命吼，就是万般皆天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个命不能改，这先天呢。所以命的部分是咱。生下来被伊注定安怎，就是无法度改，无法度改。对，啊，这个风水这个部分，咱就讲福临福临基点无，福地福临基，福地福临基。啊，假使讲福临伊也无基点的福地，假设是住到鬼屋，你只要找到神明帮你化解，啊，现在就讲这个风雨堪舆大师哈，风水大师，伊就有法度给你找一个福地，给你大。这所以这，咱虽然讲有先天，但后天也在改，哦，这也可以改。所以命的部分是，一落土就无路改变。对。啊，运的部分，就要靠后天来修补。对。啊，所以讲，他这个积德也是这样哈，先天后天你都可以在积福造德，你就会在补到这个德嘛。哈，啊，读书你就用功它，但是这个运，哈，咱就讲到这个运哈，这个重要性哈，就是说等于说，它这个部分有先天的部分造成的命运，但是。但一般都不知道说后天可以改变这个运嘛，后天可以补运的，对啊。各位观众啊，既然像咱头拄仔咱林制作，咱这金牌制作人讲的，讲咱命是先天注定好的，一落土就伊的背义，啊，咱的运先透过后天来补来改，即马足重要的，咱来请咱这个高公大法师卢大法师来甲咱讲。咱这回开六课，免我来开这个运课。来，大法师，好，谢谢哈。咱讲这运哈，咱头先啊，咱这边主持人加这都拢有讲过啊哈。啊，咱这咱讲来古早人讲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嘛哈。啊，当然啦，讲运呐，有分好歹运、加好运，啊有流年运。有人所讲，细汉就作好命，甲食老煞无好命，这是甲运势有关系。人古早人讲，讲命入骨，先下都袂论啦。这古早人算讲诶，讲命入骨，先下袂论吼。啊，即运库有啥物重要咧？第一，咱讲诶，人讲时机钱，人讲时机钱，时机钱足重要哦。时机钱足重要。哦，啊，包括我运一直无好，就是无贵人来甲你牵引。啊，即届拄啊好，由咱的德主诸位等，啊，咱即处处的这母娘啊，伊的这慈悲啊来设计吼，啊，就是讲一寡都理路不通啦，啊，是一寡拄啊伊的运力咧接袂啥拄啊好，毋是讲伊无骨力咯，哦，伊嘛拼啊，嘿，我拼到要死，啊，伊奈无，伊奈趁家呢？无运啊，伊都无运，无迄个。啊，为什么来困这运苦？人讲人亏运啊，是啦，亏运。开运啦！开运啊！顶回我有去南部做法，为什么伊讲写者讲共结，叫做开运啦？啊，伫这吼扭转乾坤的这尼哥开罗啊，那个开罗一下，哦，咱就是讲要来开运，是是，哦，扭转乾坤要来开这扭转乾坤啊啊！